所以今天算是客家侨客的侨客夜第二年嘛，然后我算是新加入的同学，然后也让大家知道说我是客家人这样。但今天这个舞台对我来讲非常的有意义，就是因为应该有些 fans 很久以前就开始支持我，就是我以前是 K1 团体嘛，然后因为都是跟五个人一起表演，然后后来中间常常有帮大家合唱歌曲啊，也可能都是有两个人一起。包括最近发的 EP《爱上游乐》，也是跟另外一位阿喜，另外一位男生，不是另外一位女生，阿喜，开玩笑。然后就是自己一个人的舞台，其实有一点小小的陌生。可能大家觉得我主持过，然后或是一个人主持都很 OK， 可是今天真的是对我来讲非常有意义，然后很开心你们都可以来，所以希望你们都可以。这首歌大家可以站起来吗？可以站起来吗？可以站起来吗？哎，摄影师可以休息，没关系。大家站起来好不好？会不会挡到我们的转播镜头 ？OK 吗？站起来。这首歌呢，就是6月26号已经发行的《爱上游乐》这首歌。然后呢，它是一首非常非常快歌，然后也非常非常的甜蜜。如果旁边是有男女朋友了吗？哦，我知道不能公开，我知道。那。大家站起来，对，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把手举起来，一起跟我一起嗨，好不好？爱上游乐送给大家。